尘埃纷扰的心散乱，越过村庄躲在河岸，越过村庄躲在河岸，没有过去啊，时间消失，静静地躺在藤椅上，谁在呼唤呢、啊、谁的影子啊，还坐在秋千上摆荡。你走进我生命，让我不再感到彷徨。你走进我生命，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金曲奖歌手以利高露终于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这段时间他跟家人回归农田，在大自然里创作，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分享这张作品美好时刻。小美你好。你好，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碰面了。真的，上次见面是募资的时候，然后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张。我要说我那天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觉得好惊喜，好好听。谢谢谢谢。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好时刻那个 MV， 觉得有更多了一点朴实的感觉。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MV？ 这个 MV 我们当时在想说我们要推，一定要推第一个 MV 嘛。然后那时候要拍美好时刻的时候，就是我跟冠宇还有导演就在讨论我们要拍什么样的画面。然后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来拍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不同的工作，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来谈谈自己的美好时刻。然后所以我们就找了像杂烙啊，对，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他今年有得奖，对，台北男模，没错。杂烙之前才来上节目讲到他还是持续做板模工这件事。对啊，然后就是其实我知道杂烙他是在做板模工啊，但我没有碰，没有看过他真的在工作的状况或那个工作的样子。对，所以这次美好时刻的 MV 我真的看到，哦，杂烙他在做板模，他的样子是这样子。然后他家人啊都会牵挂自己的家人。对，然后那像糖宝宝基金会，他也在 这次的那个 MV 里面有协助，像琪琪里面的那个主角琪琪，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米，他们要做米饼啊，对，然后要找我们合作，然后那一次有一次他们就来南澳，对，然后我第一次碰到他，然后这次的那个 MV 里面，我们也想说，那我们也来拍琪琪，然后琪琪的生活，然后琪琪，然后才知道说哦，琪琪跟他妈妈的互动，然后琪琪平常要自己搭车，对，其实就在南港啊，台湾的那个，对。然后那重道像那个理查他们，对，那这是比较我们熟悉的生活啊，就是你的朋友们的身边很朴实的，大家各自的美好生活。对对 对我们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讲到杂烙在台北当板模工，其实原住民还蛮常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对，我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都是做那种重劳动等工作的。像我舅舅啊，我的叔叔嘛，那个工作其实都很有危险性啊。所以我刚刚杂烙我就觉得其实还蛮亲切的，很熟悉，就是他的样子，他的打扮，就是叔叔你怎么出现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大哥是不是？对对啊，尤其是他最后还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真的啊，因为像有时候想回乡下，回乡嘛，然后如果很多年轻人啊，他就是从北部回乡，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意外伤害啊，
所以像这样的工作很难想象啦，它的危险是什么？我常常会看到年轻人就回乡，大概就知道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对身体上面的啊，精神上面的啊，就是有一些状况。然后我那是那一年呢、啊，因为我刚那时候要刚回去种田，我也回乡，因为我很年轻。就是我的朋友有偷偷跑来问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所以一粒高露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的美好时刻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的美好时刻很多段呢、欸嗯，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美好时刻。然后像我生完小孩，其实我觉得我怀孕的时候是美好时刻、嗯，然后生完也是一个美好时刻。嗯，那我觉得出专辑也是美好时刻。对对，所以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心中有一些什么画面吗？心中有一些画面，刚好那个时候是我生完小孩，嗯、然后在顾小孩的时候，可能是当时的心情啊，就是整个人觉得很安定啊。我的美好时刻，我只要觉得心里平静、安静，因为人很容易就会担心东、担心西，然后心里、嗯。一旦有那个恐惧感的时候、嗯、其实就很容易有不安焦虑，那如果我只要感觉到心里很平静很安定，那些焦虑就不会出现，那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嗯、对。所以我很好奇耶，你回到南澳去生活，可是你其实有农忙，你要生小孩、嗯、所以你的创作时间都是什么时候？真的很忙真的很忙啊！我创作的时间，其实后来农田的生活都是交给冠宇，然后他常常说我好累哦，因为以前两个人嘛还可以负担得起，可是后来就变成他一个人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嗯，他就常会说很累，嗯、然后我要照顾小孩，在家里照顾小孩，那小孩那个不是说啊，你这边玩，我在那边睡觉就好了，乖乖的、哦，对，然后妈妈创作这样，不可能这样玩，所以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候。就是先那个时间，那个应该都是八九点吧，八九点我才可以、嗯，他会可以睡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就是把那个创作整理起来。啊、嗯，等着月光照亮返家的路，人们在夜里安然入眠。他说不要忘记啊。这是命运的旋律，自由飞翔。讲到这张专辑啊，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嗯，好听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也很振奋，就是你们的募资非常成功。根据我昨天的最新的消息。你们原本要募38万，对，最后超过，远远超过，募到了275%，对对对，九十五，快要100%了，对对对。那我讲一下心情，就很高兴啊，因为没想到，本来那时候在募资的时候还在想说，跟冠宇讲说，哎、欸，会不会就不成功、啊？然后那我心里也想说，如果他真的不成功的话，那就是那表示我就不适合做这样，就换转行好了，也是试试看这样。然后就没想，对，结果没想到就是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很多的很大的支持跟帮忙。其实、嗯，这些朋友我都没有碰过，有些也是音乐上音乐人哦，有些音乐人他也很支持我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募资。对，我跟冠宇两个都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些人我们不认识，嗯、可是他却在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出一张专辑，然后需要一些协助的时候，他们就出手协助我们。因为大家很愿意支持好声音啊。因为我没有想到募资会让我有这么多的那个啦想法跟感动、嗯，对啊。然后我们也有开玩笑是说，哎、欸，我们 CD 都还没有出来呢，就拍了一个 MV 有没有？就讲了几句话，然后钱就来了，三首歌，只有4D 三首歌，然后上面那个什么，我上面不是有什么飞鱼干呐、啊？对对对对，米也都被抢光光了，对，米都还没有中，飞鱼也都还没有游过来，他们就把钱就这样掏出来，然后他们在刷卡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就鼓励我说、嗯、一粒你要加油什么什么的、嗯、然后心里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一方面也会觉得万一我跑掉了他们怎么办当然不会跑掉了，还是把它做完，只是就会觉得好就是心里会非常的开心感动啊、嗯、这次的募资有来，我手上有这个美好米饼，对，这个米饼是一粒高露种的，对，我们跟另外一个农家一起合作的，就是淡水幸福农庄的慧文他们种的米，然后跟我们的米自然米一起
结合，然后变成一个米饼，然后是糖宝宝基金会做的。嗯，那而且还有什么飞鱼干？对，飞鱼干。然后像飞鱼干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亲手去熏的嘛。那时候飞鱼季应该是4、5月，然后我跟冠宇就两个人就要去鱼港口，当然我们不没有把自己去抓鱼啊，就去港口等飞鱼。对，然后。哎，我们那边的渔港比较小，所以渔获量比较少。嗯，那我们就去苏澳把它买回来。嗯，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我想说啊，是跟人家买，应该人家会把它里面的内脏可以处理好。结果没有，他就一整条给我。哦，真的吗？要回家自己杀？对，我就这样自己。然后冠宇就说怎么办？我就说没关系，反正以前我有杀过乌锅鱼，以前妈妈有教过。所以我想说，哇，原来那么多，就是以前妈妈就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先教我，就先教好了。对啊，所以我就把那20，因为我们好像买了20条，就是寄了20条，对，然后就把它处理好以后交给冠宇，因为那个东西一定要现场赶快处理好，然后冠宇就慢慢熏，要风干，对，熏到晚凌晨3点。然后我们那边又有野猫哦，野猫才要不时的趁冠宇可能打。就是那个打瞌睡的时候，然后就走过去看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吃到那些鱼。然后冠宇说，他有时候用眼角看那些猫，那个猫还故意试探那个炉有没有大。所以飞鱼干都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就是在 CD 还没有做之前，就先把它送出去。哇，你们真的应该是全台湾第一组买 CD 送飞鱼干。我们开玩笑就说买飞鱼送 CD。好，我那时候收到这张 CD 的时候，我还有第一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优雅的女士。对，优雅的女士。我们先请小美帮我们唱。 好啊，我来唱这首歌优雅的女士。山坡上一栋小矮房，一位优雅的女士坐在沙发上，等待那迟来的拜访者。世界似乎早已遗忘，她也已经不在乎。一只猫从窗台经过，那些匆忙的过客不愿多停留，等待是孤单的陪伴着。昨夜故事还没说完，今晚有谁来陪伴？隐藏在树林里的幽魂啊，等着月光照亮返家的路。人们在夜里安然入眠，他说不要忘记啊，这是命运的旋律。自由飞翔，自由飞翔。回忆越来越模糊，害怕让记忆沉默，人们不愿多说。伤心的灵魂来过，琴键上随意弹奏，留下未完成的歌曲。优雅的女士挥挥手，这梦魇般的过去，他从不曾低头。
好好听哦。曾经唱过一首歌叫《长春花》那这首歌是高医生先生所写的然后那首歌就是马托贝尼萨伊达弗洛库斯诺哈那有就很优美的歌那也是因为唱了这首歌然后知道高医生先生然后也知道高医生先生他的故事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优雅的女士是以利高路在这个专辑上面还特别写了这首歌要献给高菊花女士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很早以前就是我还在小美的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唱过一首歌叫《长春花》那这首歌是高医生先生所写的然后那首歌就是马托贝尼萨伊达弗洛库斯诺哈那有就很优美的歌那也是因为唱了这首歌然后知道高医生先生然后也知道高医生先生他的故事就是他当时的台湾就是二二八事件嘛然后接下来是白色恐怖那他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受难嘛然后那他离开了以后其实他的家人也过着是非常艰苦的生活然后因为一个活动然后我认识了他的家族就也认识高菊花女士高菊花女士是他的大女儿对大女儿然后那跟他碰面以后也听他讲故事然后听他这一生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他就是一个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然后自尊心很强的女性然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啊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残酷跟残忍那她面对这些残酷的事跟残忍的事情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说因为这样子啊就低下头或是就是好像跪倒在地上祈求你的歌词里面有写到对她从不曾低头对然后那我每次看到他听他在讲故事然后听他的声音然后听他看他的样子我都觉得对啊他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上一次我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嘉义我又去拜访他然后他还是一样啊人就是身体应该是还是很健康啊然后还是一样听他讲故事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我离开了以后就是回到家了以后我心里就开始有一个画面就是他的样子啊他住的地方他的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就是我心里的画面写下来然后我想说将来希望有一张专辑里面我可以把一首歌献给他那就今年就刚好这首歌也完成了对我就很开心啊就希望赶快写完那到现在因为我还在宣传了所以还没有机会直接亲手对亲手把这个 CD 拿给他但是我想过几天应该就是会再去跟他碰面对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可能都没有写到这一段对、有关于高医生的故事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讲详细一点高医生先生他是嘉义阿里山周族人周族对然后那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政治家跟音乐家如果他们都还在这些优秀的人才都还在我想原住民的处境就不是这样子了因为我以他们的想法应该就是他当时他们已经在讨论原住民自治了哇对啊走在非常前面的对然后以他当时的来讲我想他们应该会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年轻人在教育方面在各方面那我想到现在如果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我想现在原住民就不会是只是这个样子应该是更多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人才然后会有更多更多元的更丰富的事情在发生但是我觉得从小美的这一首歌的不管是整个旋律然后他的歌词我都感觉到一种很安静可是坚毅的力量然后尤其这个编曲加上去之后我觉得它有另外一个层次出现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编曲的部分编曲是菊田俊介我这首歌有趣的是我写完了以后交给冠宇嘛然后冠宇听到说他真的非我说他优雅的女士这首歌非常适合 blues 就是蓝调爵士对类型这样那可是因为我没有认识这样的吉他手也没有认识这样的音乐家所以他就把这首歌先放着那我们就开始募资了就开始做募资的事情了一直弄然后有一天就是刚好也是你们来
拜访我们的那一天，我们在南澳，乌塔办了一个小的音乐会，是为了一个爵士乐手的，年轻的乐手，办了一个音乐会。对。然后那冠宇有个同学，大概他们说有30年没见了，就是他的国中跟高中的同学，然后以前也是住在一起，然后他一直很想要来拜访我们，可是没有机会。然后那一天他也来了，带了一个日本的音乐人，然后那个日本音乐人就说，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呢？可以跟南澳当地的那个音乐人一起即兴演奏、即兴表演，那当然很好啊，对啊，就是很好。完毕尾声的时候，他就跟那个音乐人一起做即兴演奏。冠宇听到就是，他是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他觉得怎么就是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样小渔村。然后完结束以后啊，菊田俊介他就有自我介绍嘛，然后他也有讲说希望有机会可以合作，在音乐，在我的那个专辑里面或是在演唱会，希望可以跟我合作。然后那冠宇的同学就补了一句，就说他是那个曾经跟那个 B.B. King 一起合作过的音乐人。然后我就冠宇就突然 B.B. King 耶，对啊，眼睛发亮，就说他自己走过来了。对啊，而且他是主动来找一力高中说我要跟你合作。对, 对, 对, 对，他自己走过来了，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安排，就是你自己打电话，你可能找不到，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乐手，没错，或者是你自己去寻找，但他自己走过来了。对啊，而且赋予这首歌这么棒的编曲。对，然后那我们那天就是去录音嘛，那我们就录完音了，他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等你很久了，然后他因为他听不懂了，他就说我迟到了吗？我应该开玩笑说对你迟到很久了。对啊，如果这件事情他很早就做完，我可能就碰不到这个音乐人。没错没错、啊，所以等待真的很值得。对啊，我就也很开心，就是这张专辑可以碰到很多很棒的那个编曲家。所以最后我们可不可以请小美总结来说，你这几年在农田里面的生活心得是什么？在农村啊，或在乡下，特别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分心啊，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消费，没有地方可以消费，物质欲望会比较低。对，然后娱乐你要自己想办法，就是所以你会发展出很多的才华，就像熏飞鱼这种东西，以前你可能习惯用买的嘛，没错，但是你现在那个地方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想办法自己用双手做出来。那不要说那是工作，那是娱乐，真的它就变成你娱乐。像我是像我这样的人，我竟然也会勾毛线。我勾了，就是帮女儿勾那个、就是那种帽子啊、围巾之类的。对啊，因为这是娱乐，是。对啊，因为你没有像如果在台北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什么咖啡厅啊，或者是去晚上去听歌嘛，对，或是哪一个地方唱卡拉 OK 也是，那是娱乐。可是，在乡下，你就是要想办法自己去找一些生活，对，找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让它发生发展。对。所以我们听到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粹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一张专辑，非常好听，我觉得等待的好值得。我觉得这个土地啊真的还蛮台湾这块土地还蛮多故事的，就是等待人去发掘它，然后等待人去就是好好的去听一下这个台湾的土地有一些故事啊，它会慢慢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好，今天非常谢谢一力高路帮我们分享，谢谢。